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居居侠。上期的重要观众呢被我藏在了视频中的某个位置，你给我点上一个关注就可以找到。这局游戏那可是相当的刺激，渔村呢刚解决完一队，就听到前面马路上有枪声，这不摆明的给我们送人头吗？不说了，干就完了。哇，好多烟呢，这个时候呢趴着打，这样枪会更加的稳。哎，一个，好像还有人，再来。哎，两个，不慌，换个子弹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呀。还有一个，我去，哎，没打掉，换个位置，坐下吧弟弟，轻轻松松三连暴走，赶紧过去舔个包包。哎呀呀，这包舔的爽。哎，那边来车了，小哥，前方有危险。哪？没看到啊，就我标点的那个房区。行行行，等我打个饮料直接过去给他拿下。哦，看到了，右上角地图有脚步声。停！应该就在前面的房子里，看我的。房顶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这小子在房子里，我都看到他了。不和你当兵。房顶啊！死了，舔个包包进圈圈。嘿嘿。贼卡贼卡，我的妈呀！卡成 PPT 了。哦，看到了看到了。哎呀，兄弟们，哎，拿下，把他给补了。附近应该还有人，咱们直接拉过去吧，应该就在加油站，小心点。啊，哇，这小子还想偷我，还好我机智，直接给他反杀。哼，前面好像还有人。哦，看到他了，直接瞄着他打，轻松拿下。哎呀哎呀，还有一个人在房顶上，你们注意点，我先把他队友给补了，给他扔个燃烧瓶，没烧到，再给他扔个手雷。哦，可以，被队友给炸死了。终于到了紧张而又刺激的决赛圈了，尴尬的是前面竟然有队人把我们给堵住了。听枪声，树后面应该还有一个，看我的。直接拿下。右边好像又过来一个，我去你的。然后换个子弹啊，直接给他补掉。好了，进圈圈，现在只能干拉了。窗口有人，来，我们恭喜这个玩家获得100点券，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此视频即可参与抽奖。打了，哎，没打过，完了，救命救命！哎，别别别别！好了好了，我是居居侠，下期视频我肯定会吃鸡的。